喺呢一年紀咧對我嘅扶持同埋幫助啦。令我喺呢一年紀咧嘅人緣啊同埋運氣各方面咧又原本嘅一般啦，大大提升到我一理想。之前原本未跟方海月師傅學法前咧，每樣事情咧都有一啲阻滯嘅。學咗法之後咧，除咗揾咗一份要求高嘅工作之外啦，是各方面都是事業順利啦，我有如呢個脱胎換骨咁。今日係陸蓉先師咧千秋寶誕，希望陸蓉先師同方海月師傅可以繼續扶持我，幫助我更上一層樓啦。多謝陸蓉先師同埋方海月師傅。you